苏醒疑似点评吴亦凡恋爱事件，不觉得男生傻，只觉得姑娘人品差。8月31日，苏醒在微博小号上传一段自己与王栋鑫的通话视频，并配文说道，一点也不觉得男生傻，只觉得姑娘人品差，疑似对吴亦凡的恋情做出点评。据了解，吴亦凡近日被拍到牵手一名女生回家的视频，随后有不少粉丝认出视频里的男人确实是吴亦凡，并有人指出视频中的女孩可能是北京电影学院的网红校花秦牛郑薇，她与吴磊、宋祖儿是同一届的学生，本身粉丝的数量也有不少，所以身份很快就被识破。好玩娱乐也觉得与吴亦凡视频并找人拍下聊天过程的那个女孩，她的人品真的不怎么样，而吴亦凡也不是傻，他只是太相信与自己视频的那个女孩了，可能已经付出了真心，没想到换来的却是背叛和算计。